在中国云南省西南部富饶美丽的大盈江、龙川江两岸的坝子上，居住着阿昌族人。阿昌族人数虽少，但历史却非常悠久。他们是中国云南境内最早的世居民族之一。阿昌族现有人口2.7万多，主要聚居在中国云南省德宏州的陇川梁河县。阿昌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没有传统文字。他们主要从事农业，以种植水稻闻名，在制造铁器方面也极负盛名，尤以护撒刀著称一世。阿昌族的住房一般为砖瓦木石结构的四合院建筑，人居于正屋，屋内设有神龛、烛台、长桌和火堂，楼下观养家畜，厢房和楼上堆放粮食和其他生活资料。房屋每间都有间隔，错落有致的与村四周的浅翠深绿相映衬，山村树浑然一体，恰似一幅幅恬静悠然的山水图画。阿昌族惯于在各种手工制品上加上装饰，来展现他们卓越的手工技艺。不论是项圈、耳环、刀鞘、神龛，都被他们装饰得轻巧华美、和谐雅致。一幅图案就是一行行清丽的诗行，让你生出绵绵的遐想。一种装饰就是一串串动听的传说，让你走入一个生趣盎然的世界。
阿昌族除了主要从事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以外，他们的手工业也非常发达，是一个富有手工工艺传统的民族，这是他们有别于其他邻近民族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他们善于锻铁，几乎家家户户都精于此道，所打制的护洒阿昌刀因其锋利、坚韧、耐用和美观，在云南边陲的各民族中享有盛名。小棍子一般那个，阿昌族的服装形式多样，男人普遍穿蓝、黑或白色的对襟上衣、黑色裤子，未婚男子打白包头，已婚男子打藏青色包头。女性服装也与婚否有关，已婚妇女上穿对襟衣，袖窄而长，下穿过膝筒裙，黑布或蓝布包头。未婚女子穿长裤盘辫，喜配银饰。看来美对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都有界限，只要你打开心扉，就会从中感悟出一种情趣、一种意愿，甚至一段哲理。对阿昌族人来说，木叶和象脚鼓、芒锣等乐器同等重要，被称为传递爱情的乐器。木叶多选不老不嫩、光滑平整、柔坚适度的竹片，演奏的时候食指、中指稍微分开，轻轻地摁木叶的背面，拇指托木叶的正面中部，叶面紧贴嘴唇，吹气震动叶片发音，其音色清脆明亮、悠扬婉转。男青年都要把木叶带在身边，遇到心爱的姑娘就吹起动听的乐曲，如姑娘有意便巧妙应答，
从此以后，每当夕阳西下，小伙子悄悄来到姑娘窗下，吹起木叶，亲切熟悉的曲调使姑娘心领神会，出门与情人幽会。千里呀，梅开尽了呀，门说是弄红啊，郎一门。窝罗登嘎是阿昌族的传统民间歌舞，因为多腿部动作又叫登窝罗。据说登窝罗最早是为了纪念阿昌族的始祖遮帕麻和遮咪玛创造天地的业绩而编成的。每逢红白喜事、盖房起屋、丰收迎新这些热闹场合，阿昌族都要登窝罗。每年农历的正月初四是阿昌族隆重的传统节日，届时男女老幼穿戴一新，在窝罗场地上载歌载舞，通宵达旦。啊，盖呀滚古拉，我为梦等哪内等哪内古拉为我梦等我盖呀滚出盘啦回呀等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阿昌族村寨到处生机勃勃，阿昌族人民正以饱满的激情在改善家乡的环境，为本民族的文明富裕而积极进取。